大海真是无奇不有啊，看看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，看着好吃的样啊，发出来瞅瞅啊，哎呀妈了，这是我的妈了，竟然是个珊瑚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可以做盆景啊。第一次见的话，老铁点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因为天气的原因啊，搁浅了一条鲨鱼啊，这条鲨鱼已经死掉了，咱们把它拖回去给埋掉了啊。如果觉得我做的对的话，留个小红心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有朋友说你好久没捡海胆了啊，你能不能捡一个啊？我这又花了十个大洋啊，买了一个海胆，能不能给十个小红心啊？啊，剪开里面了啊，放个鸡蛋就能蒸蛋了啊！有的朋友进来了就给双击了，有的朋友没给。每当大海退潮以后，有很多的这个海鲜来不及跟着潮水走，它就躲在沙子里来隐藏自己。哎，看到没？这底下就是一只小螃蟹啊！啊，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了个双击啊，有的朋友怎么要也不给呀、啊？给个关注吧，看我赶海直播。瞅到了没？这个就是海鲜爬进去的留下的痕迹啊！这里面肯定有货啊！看到没？啊，来了啊！哎呀，海金蝉，看到没？见海金蝉者都发大财，交好运啊！金蝉到财运到嘛，点个双击保留好运。这不是我埋的，自己进去了，看看，加关注看我赶海直播。